说到机能性强的雪靴，当然不得不提到户外运动用品的知名品牌 Columbia， 而这款雪靴共有三大超强机能，让你保暖好走又舒适。首先是舒适性， Omnitech 防水透气科技能快速扩散水汽，让脚不会因为雪的水汽而被闷得黏腻不舒服。再来是保温性，使用 Omniheat 自体热能保暖科技，可将身体产生的热能反射到脚部并保存温度，其保暖填充更可耐寒至惊人的-32摄氏度。最后是抓地性，采用 OmniGrip 超强抓地力科技，特别采用湿地专用之橡胶防滑鞋底，鞋底刻有多变的鞋纹，不管是平地或是积雪的高山都可以踩着它行进无惧。此款雪靴着重在它的轻巧与弹力防滑特性，内里更有厚厚的长绒毛，外层防水隔温，魔鬼毡设计穿脱方便，松紧亦可配合腿型调节，且鞋口宽敞，小腿较壮的人也不用担心腿部摩擦或紧绷，可说是一双集许多优点于一身的极品雪靴哟。鞋尖的翘头厚底设计加上多个锯齿凸起的 EVA 防滑设计，就算路面结冰有积水也不容易弄湿打滑。穿上这双雪靴能让你伸手宛如雪地里的小兔子般轻盈敏捷。这款雪靴不但有以上非常实用的机能性，更有鲜艳好看的色系可选，千元有找的价格更是令人心动。这款雪靴虽然没有花俏的外表，但是机能性却十分超群。外层有防泼水设计，持久耐用且快干，让你在飘雪的天气下也能保持干爽舒适。而鞋底还有特别加深纹路，可提高抓地力，走路时更安全平稳。更特别的是雪靴前方的一链到底穿脱设计，让你可以秒穿秒脱，不用再浪费力气把脚挤进鞋子。最棒的是这款鞋子使用了宽楦头版型，一来可让脚掌肌肉更放松舒适，二来又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。本品牌于多个县市都有实体店面提供服务，推荐拇指外翻、脚掌前半段容易摩擦等脚比较挑鞋的人优先考虑这款。由意大利品牌所推出的男款雪靴承袭了欧洲惯有的时尚风格，以几何形状拼接经防水处理的尼龙布与皮革，兼顾质感与机能性。脚踝以下的材质使用 Treber， 质地比传统橡胶轻盈且耐低温，在低温中也能保持原有弹性与柔软度，结合超深鞋齿设计，登山健走畅行无阻。全部材料皆为可分解可回收的环保材料，是一款爱护地球的优质商品。除了材质防水外，鞋底和鞋身的橡胶一体成型，可避免雪水渗入鞋内，走在厚雪层里也无需担心脚尖失温。脚跟处贴心奉上一块反光材质，帮助警示后方来车避免意外，让你在昏暗雾茫茫的天色中能更安全地行走。相信很多女孩子穿雪靴都是希望营造可爱清新的少女风格吧。然而坊间的可爱造型不是缺乏机能性，就是鞋号太小，特别推荐各位大脚女孩这款完整包含23-27厘米尺寸的可爱雪靴。简单素雅的鞋型设计可替整体造型增添柔和线条，全防水加工的纯羊皮既保暖又耐用，让你在雪地里也可以不畏寒风，展现少女活力。鞋跟与脚垫一体成型，完整包覆脚后跟，提供最全面的支撑力，行走在雪地中也能稳健又优雅。鞋身柔软，脚可直接塞入，无绑带拉链，穿脱方便。羊毛鞋垫还可取出替换，可配合季节天气更换更凉爽或更保暖的鞋垫，非常适合天气变化频繁又快速的台湾。采用大片牛皮革制作鞋身，整体的耐用度也随之大幅提升，外观看起来大方利落，有不错的防渗水效果。
血统处还做了皱褶加工，让鞋子的整体线条更具变化性，更吸睛。素雅的配色适合搭配帅气的牛仔风穿搭，或各种混搭风。靴底的鞋纹是颇深的锯齿状，在雪地中也有优秀的抓地力。不过鞋底的侧面的深凹槽可能会经常卡到小石头或碎屑，从郊外或雪地中回到家需要特别注意鞋底的清洁。而且牛皮革没有经过防泼水处理，在雪堆中长时间活动容易使鞋内产生湿气，仅适合在气候干冷、降雪少的地区使用。如果各位希望买一双只在台湾穿也实用的雪靴，推荐各位这款超平价的防水短靴，布料使用特殊防水面料，不止防泼水还能防渗水，不论是到雪国旅游或是在多雨的台湾，都能让你的双脚免于水汽侵扰。内层丰厚的刷毛保暖又透气，帮助容易手脚冰冷的女孩们留住体温。鞋底采用超柔软弹性极佳的防滑橡胶，鞋底与地面的接触面可藉由体重而自然增加，虽然鞋纹较浅，但抓地力仍然值得期待。不过软鞋垫的缺点就是无法有效缓和脚底受到的冲击力，尤其走在碎石路上容易有异物感，较不适合长途行走，仅适合于市区内短时间外出使用。Travel Fox 使用高级羊毛做内里的铺毛，穿着起来非常细致柔软，而且还可翻领露出毛绒，很适合搭配不同风格改变造型，一双鞋就能营造出多种风情。另外，如果你的小腿比较敏感，容易对人造毛过敏或感到不适的话，也可以考虑看看这款雪靴哦。靴子整体是以羊皮搭上刷毛加工，由于皮革品本身就有防水效果，因此在雨天雪天都适合穿。不过这双鞋的鞋底纹路非常浅，防滑效果较不理想，鞋底与鞋身接缝处也没有防渗水设计，仅适合在市区下雪量少的地区行走。还在嫌穿上雪靴就像穿上练功鞋一样千金难走万金沉中的感觉吗？那么你就该来试试这双健走保暖雪靴，不仅轻巧好走，机能性也非常棒哦。举凡防泼水布设计、防震鞋底、柔软舒适以及可透气排汗的绒毛等，优点不胜枚举。造型简洁有力，适合个性较酷、打扮中性的朋友们。虽然有防滑专用的倒钩型鞋纹增加抓地力，鞋底的纹路也偏浅，而且高跟设计让抓地面积受限，行走在结冰的路面上还是很容易打滑。若想前往北海道、北欧、中国东北等的赏雪，建议选择其他鞋纹较深的款式。相信许多韩族都知道 Paper Planes 是众多韩星的爱用品牌之一，100%韩国设计制造，造型大方优雅，采用少见的排扣设计，不但方便穿脱，也营造出让人眼睛一亮的英伦风格。内里为细致滑顺的绒毛，即使穿上袜子也不会过度摩擦，带有光泽的绒毛外翻之后还能呈现不同风貌。这款鞋最特别的是可以自由调整鞋筒长度，只要松开上层排扣就可将中筒反折为短筒，一双鞋就能满足多种穿搭风格。可惜设计上比较注重时尚，并没有太多机能性设计，仅具有简单的防寒效果，仅适合在非下雪地区当作一般保暖配件使用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